我们公司的食品吃了会死，这可是头一遭。那能不能找到家属跟他们谈和解呢？那不就证明我们的食品是有问题的吗？这个刘光成不像一般的商人，表现得十分沉稳。自从你来这边之后，万妹妹一直在事情大的，当她来问你，你会比较愿意配合。董事长，我跟你讲的话你千万要记住啊，别在刘伟文面前露馅了。现在检方已有逃亡、串供、灭证之余，申请羁押禁见，希望庭上允准。你应该不会出卖我吧？你想吓唬彭玉？何小姐，我是认真的。那算我跟你讨个人情好不好？何小姐，请你注意，这是官说，是违法。打给玉辉，叫他把所有人力财力调回台湾，我在最短的时间为彭宇伸冤。昨晚出现在命案现场的人到底是谁？除了我们在找入侵电脑的骇客之外，还有谁在找这个骇客呢？这个女的叫吴秀丹，是个女毒虫，为了吸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听说有人提供她卖我们公司的伪药，也获取暴利。就是纸条上这个人提供的，应该是。天空，继续。